生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不认识我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。建祥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叫潘文林。啊，你好，我们认识吗？我们不认识，但是我认识你。啊，你是？你不认识我，但我认识你。你叫李焕英。陈姐，那天那个小姑娘找您。哦，你好，你认识我啊？医院李博怀吗？你是？我是他女儿。是霹雳吧？